快抓他！他是个混进来的女骗子，他我不是，我还想跑，我看你日后如何行骗。你无故占人佃户租金，就是为了霸占人家女儿，我就是想给你点教训。你死到临头还口出狂言，我看看是谁教训谁。我殿下，他是个江湖骗子啊！你放开他！林姑娘受惊了，不如先到里屋稍作休息。你不喜欢这里，一刻也不想待在这里，想让我带你回去，对吗？嗯。可这么走了，你心中有委屈不平，对吗？王兄，我有话要说，可能会失礼一二，但讲无妨。这位姑娘，是对我莫倾城十分重要之人。普天之下，无论是谁，是何身份，若想要伤害她、轻贱她，都先掂量掂量，有没有本事与我莫倾城为敌。心情好些了，今后心中想什么要告诉我，可以回去了。王兄，就此告辞。今日是王兄怠慢了，二弟不要见怪。